子光义锲而不舍，紧追在后。现在战火即将蔓延到行大果之坝，现在观众左手边的是皇后牌果汁机，右手边的是太子帮果汁机。果汁机，安诺，你这个嘎嘎皇后敢跟我比几果汁，死不了你吧。几果汁啊，我不确定跟你们比什么几果汁，用买的就好了嘛。哎呀了不起哦，有几了不起就对了啦，最了不起。喂，踏入行道就像抽到一只坏钱，最后不是亡命天涯就是惨死街头。来人，哇，跟我兄弟一起踏入行道，把橘子灭爆。我还知道，这才是唯一的生存之道，才是王道了。